E 尊敬的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是我们啊，这个二零二三年啊，第一次跟大家啊，在一条龙课程。 一起学习啊！首先啊，也祝福啊诸位仁者啊啊，合家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福慧增长啊，光寿无量啊，阿弥陀佛。 这个光寿无量啊，还是很重要啊！啊，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包含从事啊各行各业，啊，我们不能忘了终极目标，啊不能忘了。 了脱生死轮回的大事啊这是我们呢啊每一天要清楚的所谓净土为归啊，啊，我们要知道归宿在哪里啊，不只是每一天如此啊，每一念。 每一言一行，净土为归啊！哦，就像第十八愿提到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啊！啊，代表所做一切善呢、啊，不求世间果报。 有求世间果报，所做一切好事，翻转成轮回善业了。啊，所以大乘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接着致敬其意呀，啊，是诸佛教。这个致敬其意。 就是要清近心呢，啊，没有求未来果报的心，啊啊，没有求人家啊要认同的心，啊，这些心念啊都会影响自己的清近呢、啊，啊、哦，所以。 佛爷大师这个净色名啊，我们在课程当中常常跟大家提到。这四句啊，真的是我们要当生成就的关键所在。啊第一个净土为归，归心似箭呢。 不能留恋世间。啊，第二，持戒为本呢。啊，我们啊，成就自己，教育自己。啊，包含教导学生，啊，护念他人呢，啊，都要。 持戒为本，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呢，啊，修就要从根本修啊，啊，而持戒当中呢，啊，最在更根本的啊，戒的大根大本呢，在孝亲尊师，啊，所以我们自我。 教育啊，教育他人都不能离开这个孝亲尊师的大根大本。好、哦哦，第三呢，关心为要。好、哦，我们互念自己呀、啊，要能看到自己的心念啊、哦，看到跟真心不相应了，啊，赶快。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把它转过来。大学当中讲到啊，生有所奋志，啊，不得其正；啊，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要不得其正；啊，有所忧患。 不得其正啊、哦！我们的心有担忧啊、哦，有恐惧啊、哦，有贪求啊、哦，有情绪啊，叫愤字，就是情绪上来了。啊、哦哦，那更严重的发脾气了、哦。其实就是不能起贪嗔痴。 嗯、我们会忧虑、恐惧啊，代表我们的心上啊没有佛法啊，没有经教了心上有法啊，所谓理得心安呢啊,啊，我们举一法。 深信因果啊，那就不会恐惧了。该来的会来啊！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所以遇到逆境恶缘呢，啊，该还债了，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啊，平常心去面对它。 甚至升起感恩心呢？啊，把我们的过去造的三恶业，在这些净缘当中啊，消掉啊！啊，所以我们将师长的教诲啊，经典的教诲提起来啊，我们应该是可以啊，过上啊随缘消旧业啊。 宵夜好啊，啊，无债一身轻啊。我们依循佛法，依循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可以过上事事是好事啊，人人是好人的日子啊！我讲新年新希望啊，我们这个兔年呢、啊？ 啊，要过上怎样的日子呢？啊，应该啊，如师长啊给我们的勉励啊，要过上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时，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 那就心中有佛法，哦，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哦！每一个境缘，我们心中有佛法了，随缘妙用啊，妙在提升自己，在每个缘，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啊。 妙在随这个缘，啊，我们呢为人演说，锁好我们的心念，啊，相关的亲戚朋友同仁，哎，看到我们依照经教，其实依照经教啊，就是依照自己的真心呢，自己的性德了、啊。 我们用真心跟亲戚朋友同仁所交感的真心，可以唤醒真心啊！我们在缘分当中用了妄心，用了贪嗔痴慢疑了，那招感的也是人家的妄心呢、啊。好，所以一报。 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啊。啊，所以我们要护念好学生呢、啊，根本上啊，啊我们要护念好自己的心呢、啊，在每一时每一刻啊，啊，要住在真心啊，好、啊，不能被习气呀、啊。 控制住了，哦哦，所以这个净社名啊，第三呢，关心为要，哦，哎，护念的好自己呀、啊，我们才护念的好学生呢，啊、哦，护念的好有缘的亲戚朋友。 啊，这是观心为要啊！啊，起心动念是根本的啊，从根本修啊。第四呢，善有唯一啊，一众靠众啊。啊，《大学》当中讲啊，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 有志同道合的人啊，互相切磋琢磨啊，相关而善的。好、哦，好、哦，我们啊啊报名啊参与这个课程的啊诸位仁者，诸位老师啊，你们有宝贵的啊这些心得体会啊，啊也欢迎。 啊，可以呀、啊，写出来，啊，那我们就可以啊，啊，啊从啊您的分享当中啊，得到启发，产生共鸣啊，好、啊啊，那我们的教学啊,啊，就不是单枪匹马了。 啊、哦，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们啊，可以互相啊啊，这个观摩啊，互相学习，好啊,啊，这个发挥啊团体的力量啊，一个人假如在教书的时候啊，就觉得只有自己的力量啊。 啊、哦，那压力也会很大的。哦，哎，假如啊，我们透过这个应援平台啊，大家都把宝贵的经验心得啊，都提供出来，好、哦，哦，那每一位老师啊，啊就有强有力的后盾了、啊。 况且啊，诸位仁者，大家都是、啊、以失智为己智啊,啊！因为一条龙的理念啊，是老人家啊，尤其晚年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祈勉我们啊，甚至是劝请我们啊，劝请啊。 啊，年轻人发心了啊，终身做小学教员，啊，意思就是啊，啊，终身啊，能够陪伴孩子从小学习呀、啊。啊，帮他们扎好成圣成贤的根基。 啊，也确实啊！我们看着这些孩子他们的姻缘呢啊,啊，都比我们殊胜非常多啊！啊，我们看看啊，像陈德自己的姻缘啊，二十五岁啊才开始学习传统文化。 啊，才开始清净老上，好、啊，才有机会学佛啊！啊，俗话是说三岁看大，六岁看老啊！啊，那都二十五岁了，好、啊，啊，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嗯，啊，这个时候要想到曾子，曾、啊、子是继承。 孔子的道统啊，曾子的特质啊，啊，不是非常聪慧的啊，啊，所以《论语》说他生也鲁啊，但是他的学习态度很值得我们效法啊，他是能依能知其百知啊。 啊，人家一次会没关系，我一百次，啊，能识能知几千知，我们勤能捕捉啊。人家十次会没关系，我不气馁，我一千次，啊，果能此道矣啊。我们能够真正这么去用功，啊，虽与必明啊。 虽然本来智慧不高啊，啊，因为这个态度啊，啊，越来越有智慧了，啊，越来越明白了，啊、虽柔啊，必强啊，啊，本来是柔弱啊，哎，这个懦弱了，也会勇于承担了、啊。 哦，那我们是属于啊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啊！但这些孩子跟我们的姻缘不一样啊，啊！师长有说啊，啊，传统啊要复兴呢、啊，啊，要三到五代人啊，锲而不舍的努力，啊，不能。 想了很快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这个想很快的心呢、啊，就不是真心了，是着急了，啊，甚至急于求成呢、啊。啊，就像我们早上提到的，念佛啊，要念得好啊，要安住当下，字句分明啊，啊，假如念的时候还想着。 哎，赶快得三昧啊！赶快有瑞相啊！那个越念心越乱呐、啊。那个念佛跟做事啊，是义不是恶啊？念佛跟做事都是用这一颗真心呢、啊。啊、哦，这个理呀、啊、是相通的了。 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呢，已经养成很多做人做事的态度习惯了啊，像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的性格比较着急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啊？比方。 啊、比较平缓的人啊，慢慢来，慢慢来。哦，他长得都比较有顿位，有没有？啊，比较稳重啊。<laughs> 好，你看那个，快快快快快！一般都比较吃不胖。嗯，相由心生呢、啊，这个脸相啊、身材啊，跟心境啊也是离不开的。哦。 修行啊，老和尚说的，修正行为啊，啊，将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哎，我们改了多少啊？这是我们真实的修行啊！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 不重外表而已啊！哦，哎，今天我们吃素三十年了，形式啊，实质是什么？有没有越来越慈悲啊？对人啊、哦，对一切生命、哦哦、这个才是实质的了。 所以，我们还没学佛以前的，这这这些错误的做人做事的态度行为，改过来没有？好，啊，比方说我们具体啊，关照一下啊，我们都希望学生改过啊，可是我们。 要以身教啊，来带动学生呢、啊。哎，我们自己改过有没有很勇猛啊？很精进啊？其实小孩的心是非常敏锐的，啊，一个老师求道修学非常勇猛啊，他的学生是感受得到的啊，啊，会被老师带动起来的、啊。 啊，我们也见过不少年轻人，啊，常常都会提到啊，我爸爸很精进啊，我妈妈很信佛啊，很虔诚。哎，这都是父母啊，对他的带动了、啊。哦，哦，那要将没学佛以前的习惯改掉啊，都要下不少功夫啊。 那比方我们回想一下，父母最操心我们什么？啊，哎，耳提面命我们最多次的，哎，我们改了没有？啊，连父母一直提醒我们的，我们都不改，其他的还能保证吗？ 学佛是用真心呢，真心从哪里开的？孝敬尊师啊，一定是有把父母放在心上了啊，希望不再让父母担忧了。这个信心情慢慢透出来了。好，所以父母提醒我们最多了，我们得改呀、啊。 新年新希望啊！今年一定要把这些改掉了。哦，还有那么多爱我们的人，我们不改一些坏习惯呢，他们都得操我们的心呢、啊。啊，他们爱护我们呢，我们要以什么回报啊？啊啊，要啊！珍惜他们的爱，珍惜他们的护念，啊，不辜负。 啊，要听他们的劝告，啊，改掉过失，啊，自己越来越好啊，让他们觉得欣慰啊，啊，嗯，我没有疼错人呢、啊。啊，我们闽南话说的，打对人听啊,啊，值得人家疼啊，啊，这才是。 回报所有爱我们的亲人、朋友啊！哦，啊，那尤其啊，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文化，啊，我们也有责任呢、啊，要复兴文化，啊、哦，文化教育啊，啊，俗话说的“十年树木”啊。 百年树人呢、啊，好、哦，这是个工程哦。百年树人呢、啊，可是我们可能还没学传统文化，习惯是什么？遇到事情红红火火，哇，像办活动一样，好、哦，好，搞得热热闹闹的。 啊，要搞得很大，啊，搞得很多人，啊，哇，我来个三四千人，大家想一想啊，这文化复兴搞三场五场，啊，论坛课程就复兴了，哎、哦，我们以前的习惯就搞活动就是成就式了，这可不能用在。 文化教育上哦，啊，我们办课程啊，办论坛，那是播种啊，啊给来听的人认识传统文化，种一点善根呢。哎，就像种子种下去了，接着呢，哎，种子种了就收成了。 啊，这没有道法自然了、啊。啊，种子种下去了，要施肥啊，要浇水啊，要长期的护念呐、啊。啊，要成就一个学子啊，那没有十五年以上持续的教育，不容易达到。 啊，我们也遇过一些老师，啊，他带的学生有的超过十年了，啊，用传统文化理念教的，啊，结果，啊，因缘不能持续了，啊，出国留学，哇，一下子退转的很厉害了。 啊，我们自己修学，啊，其实就能领悟很多道理了。啊，我们自己修学、啊，懂得自爱护念自己，我们就懂得怎么去护念他人呢？啊，就像自己啊，一天不听经，一天不读经啊，这个烦恼就扶不住了。啊，古人说的“三日不读书”啊。 面目可憎呢、啊，哦，我是撑不了三天哦，哦甚至于、啊、一有时间不读经、不听经啊，就打妄想了，哦，我得有自知之明啊，哦，啊、哦，所以一有时间呢、啊，赶紧听经、读经了、啊，好、哦，这样用功啊。 有时候还不见得扶得了烦恼了，啊，所以更不能去划手机了啊、哦！这个一划，回过神来，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哎，在这个过程，我们都在干嘛？念头都是什么？啊，所以自爱才能爱人呐、啊。 我们自爱，要在一切境界当中啊，做得了主啊！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不随顺呢、啊，烦恼习气呀、啊啊！所以得要种子种下去了，啊，不间断的。 浇水是非、施肥浇多久啊？百年树人啊，啊，承德啊，当时候啊，当小学老师，啊，我们得要考试啊，啊，一间一间学校报考啊，啊，我当时候我就想，哎，我们对面有一间学校。 我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呢、啊，啊，我想要考上对面的学校啊，我一辈子都在那里待了，啊，比方说我教四十年好了，啊、哦哎，可能教不了那么多啊，六十五岁就得退休了啊，啊，但退休这个词啊，哎，这个是外来语，呵呵啊，我们老祖宗好像没有留这两个字啊，老祖宗留了告老还乡。 啊、哦，告老还乡不是没干呐，还乡干什么？还乡教书啊！你看，在这个朝廷当中，在为官当中，哇，那人生的阅历丰富啊，啊、哦，好多经典呢、啊，都用在这些静园的锻炼上了。啊、哦，哎。 朝廷里有人才了，啊，敬贤帽啊，我们看宋朝那个帽子啊，官帽啊，前面低后面高啊，啊，哎，有人才了，不恋战这个位置了，啊，哎，让给年轻人，告老还乡，啊，回家教私塾啊，啊，把一生的这些学问啊、阅历。 智慧传承下去，啊啊！所以念头里面不能常常有，哎呀，我要退休了，啊，我想退休了，啊！尤其我们跟着老和尚啊，请问大家有听过老和尚说我要退休了吗？啊，老和尚都不说了，我们我们当弟子的，哎、嗯，不能说啊。 啊，我们当时候啊，英国汉学院啊，第一任的长老院长啊，啊，周春堂教授啊，他当时候已经八十多了，啊，结果老和尚啊，请他做院长啊，啊，周院长当时候说啊，我不敢说不啊。 哦，因为老和尚比他大十这个十岁左右了，哦，不敢拒绝呀、啊，不敢跟老和尚说我老了，呵呵老和尚年纪更大了，哦，啊，所以我们跟着佛陀学、啊。 跟着师傅上人学啊！啊，他们没教的，他们没讲的，我们不讲啊。哎，我们都要随顺他们的教诲，随顺他们的身教，啊，传承他们处事待人，甚至是沉船正法的这些精神。 这个我们要勇于啊去承担哦那跟大家刚刚提到了啊、哦，我打个算盘啊、哦，就在对面的那个学校教一辈子了哦啊，那当然我教书的时候啊啊会煮一些东西给学生吃啊。 所以到时候他们离开学校了，啊，想起啊这个红豆汤的味道啊，说不定就会回来看看我了啊。所以佛法的四色法很重要啊。<laughs> 哎，啊，就像啊妈妈的手艺好啊，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啊，突然闻到了啊妈妈。 啊，这个家常菜的味道啊，就会想回家了，是吧？<laughs> 嗯，啊，结果啊,啊，我去对面考试啊，啊，两两百人报名了，啊，初试啊，只录取二十一个人了，啊，我居然进去了，啊，而且二十一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男生呢。 哇！我当初要去参加复试啊，要试教口试啊。他们学校的老师看我要走进教室，哦、哎、呀，今天还有男老师啊！哦，我一想，嗯，应该很有希望啊！啊、嗯，好，后来我一坐下来，那个中间那个主主要的监考校长。 首先就问我了：“你有担任过行政经验吗？行政工作吗？”我说：“没有。”“你有比赛得过奖吗？”“没有。”“你有带学生比赛得奖吗？”“没有。”好，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都说没有。我想说，可能这件事要黄了啊！<laughs> 他怎么没有问我？你有没有爱心呢、啊？<laughs> 哦，啊，不过啊，事事是,是好事吧？啊，因为啊，我假如考上了啊，我就不会回到大陆去啊，教传统文化了。啊但是呢，佛菩萨还是有满自己的愿的。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信任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护念的道啊！啊，我虽然人不在台湾，但是后来出来推广传统文化啊，哎，台湾的电视台啊，啊有放自己讲课的光碟呀、啊。那我所教过的学生都找得到我啊！哎，那我这个愿也是有满了。 佛寺门中啊，有求必应啊，真的会满我们的愿呢。啊，所以护念一个学生啊，我们要很有耐心陪伴他成长啊，甚至于他的过程会起起伏伏啊，啊，我们不忘我们的初心，爱护他。 那师长讲啊，三到五代人呢、啊，啊，代表啊，这三五代人都要锲而不舍，像接力棒一样啊，这个棒子可不能掉了啊。那老和尚第一代、啊、到我们这一辈啊，孙子辈了。 那接下来还几代人呢？啊，那承德观察因缘呢？啊，自己这一代要做铺路石啊，铺好路啊，那后面的一两代人呢、啊，能踏着我们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啊，这铺路石。 也要演的啊，像铺路石啊呵呵！你不能铺的让后面的人走的颠颠簸簸的呵呵。演什么要像什么啊！啊，认识到这一代的角色了。好、哦，啊，所以师长啊，这种劝勉我们当小学教员啊，耐、啊、心的。 陪伴下一代啊，我是很想啊干这一件事情啊！啊，看你们的眼神好像不太相信哈、哦。我真的很想干这个事啊！哎啊，看到那么多从胎教就开始的孩子，哎呀，看了真的觉得好有希望啊！ 但是，啊，承德是属牛的啊,啊，啊，这个属牛的呢，在命运当中啊，常常都是要耕田了、啊，啊，到处呢、啊、开荒、啊，好、啊，所以你说现在开了一大堆地啊，有时候退不下来。哦、啊，不过我会尽力劝请啊，好、啊，我后面的年轻人啊，他们能发心啊，终身。 陪伴比他们更殊胜姻缘的孩子们呢。哦，好，好、哦，那啊，刚刚跟大家拜年啊，拜的最后一句叫无光寿无量，<laughs> <laughs> 这个光寿无量啊，净土为归啊，啊，而且。 我们这一生啊，要能够往生净土啊，我们要正助双修啊，啊，正修是念佛，助修呢积功累德，在哪里积功累德？在我们的教学因缘当中啊，哦，所以师长说的五千年来。 第一等好事啊！因为这五千年还没有遇到这么文化危急存亡之秋啊！一不小心啊，就断了，没得学了。哦，香港一位学者大声疾呼啊！ 我们要传承文化，啊，不然呢、啊？你看这么短的几十年呢，啊，这个中华儿女啊，从历史最悠久啊、文化最悠久的民族啊，变成最短视的民族了，短视到啊，为了几百块钱呢、啊，伤害自己的父母、老人了、啊。 这堕落的太快了啊！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呐、啊！啊，不学文化，现在外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太强了啊！欲令自明，利令自昏啊。利欲增长了，根本。 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了，啊！我们当父母、老师啊，当长辈的，看到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很心痛啊。当然也是我们有责任呐、啊。这孩子好不容易投在我们的家里啊，他人生难得嘞，他中土难生呐、啊。 升到神州大地呀、啊，才能有沉船五千年的文明呢。他这么稀有难逢的机缘，我们要把它护好啊！啊、哦，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可能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一起学习了印光大师《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哦，这个事啊。 非常有心的弟子啊，将文抄当中有关家庭教育的部分呢，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了这一部书啊。啊，我们今天啊，可以把它啊圆满。 所以，啊，我们，啊，啊，有责任的、啊，啊，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啊，啊，勇于承担。好，那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啊，现在遇上了，啊，所以我们能尽力去做了，啊。 后世啊，中华儿女、子子孙孙都因为我们而得利了，啊，甚至于啊，我们把它传承了，这个中华文明又传到全世界去了，哇，这个功德啊，computer 电脑都不好算了，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功德。 更大了啊！所以李炳南老师说的：“困难越大，功德越大。”啊，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呢？其实李炳南老师这句句话很好的教导啊，护念我们呢，建立很好的。 心态啊,啊，会不会遇到挑战呢、啊？铁定会啊！啊，李炳南老师先给我们做好啊心理建设啊,啊，这个在教育的方法当中叫“静于未发之未愈预防法”。啊，李老啊，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这个。 教学法哦，啊！你看，他对师长说了：“你学讲经讲的不好还好，讲的好啊，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哦，后来师长真的遇到了没住的地方了、啊，他心里的冲击不大。了，哎，老师已经先跟我讲了。 这非常善巧啊，啊，就像啊《无量寿经》当中，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榜样啊，同时啊，也是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啊。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承德啊。 印象当中啊，刚开始读《无量寿经》呢、啊，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啊，忍不住啊，泪水啊会出来了，啊，被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慈悲啊感动了，啊，我们感动之余啊，啊，进一步啊，效法啊，弥陀啊。 这个愿力了，好、哦，好、哦，好、哦。那我们从事教育啊，以孔老夫子、啊、为榜样。孔夫子啊，所处的年代礼崩乐坏。 但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哦，啊，哎，也是啊，文化退上的很厉害。那孔子在那个这么重要的年代，啊，他三思书定礼乐，作春秋，阐明易经，阐明易道，所以因为他老人家。 所以上下五千年接上了，啊，孔子上面两千五百年，孔子下两千五百多年了。啊，我们看到啊，他老人家的承担呢，积了大福了，他的后代两千五百多年不衰呀、啊，后代子孙超过百万人呢。 啊！我所见到孔子的后代都很优秀啊！啊，在各行各业很有出息呀、啊！真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好啊，所以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我们想不想修孔子一样的福报啊？哎，我们现在就遇上了。 啊，以孔子为榜样，啊，把文化啊沉传下来，那这是最好的积功累德了。那不止在教育界，啊，我们在各行各业，啊，我们都能落实传统文化，落实佛法，为人演说。 都能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其实我们的心念，在工作处事当中呢、啊，都能关照到：哎，我这个心念有没有符合做之君呢？啊，有没有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啊？有没有做之亲呢？啊，我对待他人的态度。 有没有不求回报啊？啊，有没有不弃不舍啊？啊，有没有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啊？哎，我有没有做之师啊？啊，传道授业解惑啊？啊，有没有做这个坐育英才啊？ 有没有为下一代啊，为我的团体培养人才啊？有没有在每一个机会点啊，能够很有耐性的啊，来引导学生，引导啊，甚至于是自己的下属啊，啊啊，亲戚朋友啊？ 哎，这个是坐之思啊！哎，真的抓住机会教育点了、啊。那每一个人，不管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得到很好的启发。尤其在逆境恶缘呢、啊，你能抓住这个机会点呢、啊，他不止不会火烧功德林啊，他很可能呢提升他的境界的。 好啊、哦，这个是啊，我们正助双修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修行啊，用真心啊去做啊念佛不只是啊坐下来。 一句接一句叫念佛啊！这个念字啊，老法师给我们开解：，金心啊，心上真有佛。好，那就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好，那就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公的，那我们真行菩萨道了，啊，真行大学之道了，好，好，而我们在护念自己跟他人的时候啊，我们要提升啊一种智慧。 叫胜于死啊，胜于一开始啊。俗话有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假如我们一开始啊，情况就不理想啊，哇，那个后面就很费劲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处理事情啊，都会觉得哎呀？ 好困难了、啊，因为啊，那事都已经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太迟钝了，啊，都没有很敏锐的啊，在问题一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洞察到了，就把它处理了。所以为什么说？ 上医可以治国啊，好的中医师可以治国哎，因为他中医的理论跟治国的理论相通的，不治未不治已病，治什么？未病啊，防范于未然。 我们自家不是一样吗？啊，包含护念自己啊，也要防患于未然了、啊。啊，举举一句《弟子规》的话，啊，是非以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了。大家有没有经验？啊，答应朋友一件事啊。 做到一半，要进又不好进了，要退又不好退，很是懊恼啊！当然呢，要汲取教训了。有可能这一件事是怎么样？一开始啊，考虑就不够慎重，太过激动。 是非已无轻诺了，有苟轻诺了，所以这一件事，假如一开始就慎重了，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了。好、哦，所以这个生与死啊，重要啊！啊、哦，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啊，天下太平之根本呢、啊，关于节狱的开示啊。 这个对于我们教育下一代呀、啊，啊，那这个是真的是生与死啊，太重要了，我们看《分论》第三十四，啊，应主很慈悲啊，他是出家人呢、啊，但是这一些对众生太重要了，他讲的特别深入啊，啊，劫狱一事啊。 其理甚深呐，啊，这个道理很深呐、啊，很重大、啊，其关系甚大，关系到啊一个小生命啊，关系到一个家道兴衰啊，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下一代呀、啊。 关系到世界的安危啊，其话甚不易说啊。聊这个重点呢、啊、不容易啊。服务天生男女啊，天地生男女啊，圣人法天立则啊，效法天地啊。 你看《易经》，观天地这些气象啊，拉到做人处事来，啊，所以天是乾呢、啊，地是坤呢、啊，拉到男女啊，男乾呢、啊，女是坤呢、啊，好，那男女阴阳和合配合好啊。 所以，令男女居士啊，以为人伦之最大者。男女居士啊，夫妻住在同一间房啊，所以首先从夫妇同室同一间房间呢。 才延伸开来啊！好，所以夫妇有义啊，而后父子有亲呢。啊，你夫妇和和了，孩子在这种和乐的气氛之下成长，人格健康了啊，你夫妇对立了，甚至冲突了，那下一代的人格很难安定了，甚至学不会怎么跟人相处了，因为他看到的都是。 冲突了，啊、哦、啊！所以夫妇的相处啊，啊，甚至啊，怎样、啊、怀孕呢、啊？这个都是关键的、啊。好、哦，所以人伦是最大者啊！啊你夫妇和合了，父子有亲了，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每一个孩子，出了家庭呢，他能够是忠臣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每个家庭好了，社会就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细胞健康了，器官当然健康了。好，好，所以这个男女居室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呃，婚礼是非常慎重的啊、哦，因为啊，以上观风化，下沉中挑上有有关这个男女的相处，关系到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的风气呀、啊。我们冷静去看看，现在男女关系一乱呢，天下大乱呐。 你看古人这些话多有道理啊！哦，我们看五十年前，男女关系谁敢乱来啊？哇，现在啊、哦，没有好好教了啊、哦，这个不好的风气、啊，影响很快啊！啊、哦，下层中挑。 这个就是讲到啊，男女结合啊，是要承传祖宗的这个血脉呀，啊，上以示宗庙，下以祭后世。啊，这传宗接代的大事情啊，岂为人日图快乐啊？啊，所以这个是。 这传宗接代的大事情啊，啊，不是啊，让人去纵欲啊、寻乐的、啊，好、哦，而常以欲事为事乎啊？你不能常常去纵欲啊，哦，所以《太上感应篇》提醒啊，不能淫欲过度啊，哦，哦，那当然哈、哦。 毕竟啊，饮食男女啊，人之大欲存焉呢、啊。啊，饮食男女这种欲望啊，我们先天就带来的了。啊，这个不容易啊，克制。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啊，我们还要存忠恕之道。啊，在这方面呢、啊，严以律己啊，夫妻之间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好，而且更重要的呢，夫妻呀、啊、能够一起，啊，学习圣教，你说、啊、另一半不肯学啊，我们不责怪对方，哎，我自己还做的不够好，我正己去化人，啊，因为人的精神生活越提升了、啊。 他这种物质的欲望啊，不知不觉就降了啊,啊！你尝到法喜了，是味哪有法味浓啊？哦、啊，尝到了这个精神的快乐啊，这种五欲六尘呢、啊，慢慢慢慢就淡了。都要善巧方便哦，不要变成哦、啊，今天跟大家聊，大家要回去要求另一半啊、哦。 到时候我就不敢来吸你了哦！<laughs> 哎，那进一步分析到了贪欲之人呢、啊，其金薄而无力了。啊，这个重欲之后啊，啊，他这个精子啊不好了。啊，如鼻肿不能生牙了。 啊，这个笔就是啊，比方说稻谷啊，啊，它不丰满，好、哦，那你拿着这个不丰满的稻谷啊去种啊，它长不好了、啊，哦，所以鼻种不能生芽，啊、哦，这个芽生不出来了，啊，好、哦，故难生呢、啊。寄生真的。 他还冒出牙来了，多多皆未成人而夭折啊！从小体弱多病啊，不好养啊，急性而不夭啊，纵使他没有早夭啊，也长大成人了、啊，亦必单弱柔懦，会怎么样？单薄啊，虚弱啊。 可能一生呢都有病了啊，又很这个懦弱啊，不止身体不好啊，性情啊也很懦弱、退缩啊，这正气不足阳气不足了，哦，无大树立了，就是很难成才呀，很难担当了。 好，所以若能保养精神，节欲半年，哦，这个都很仔细指导了。哦，我看这个现在节欲半年了，不一定够了。我们的体质要比那个时代的人哦，好、哦，所以我们得要动态观察哦，哎。 哎，我们要有这种敏锐度哦。哎，祖师大德的教诲不不不是照搬的哦。好、哦，你看，印光祖师说啊，一个道场呢，不要超过二十个人常住了、啊。啊、哦，不是接种啊，常住。请问大家，现在不能超过多少人？ 啊，印主那个时候是说不要超过二十个人。哎 <laughs>，我看现在呀、啊，超过十个人就要吵架了。<laughs> 啊，老和尚当时讲究说，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哦，所以啊，啊，这个同参道友的缘呢、啊，不用去找，不用去攀呢、啊，要感召。 啊，我们自己真干了、啊，有感应了、啊，志同道合的人就过来了。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可不要以前的习惯又来了哇！很喜欢热闹，就找一堆人来，哎，好，好，当然，接种啊，多多益善啊，种善根呢，啊，但是骨干呢、啊？ 这个可要啊，都要能为人演说啊，啊，啊，哎，结狱半年呢，待其父天魁发后啊，到他的太太啊，每个月的啊，这个月事过了之后啊，则良宵及其、啊、所以要挑啊。 良辰吉日，其实人在天地之间呢，都受天地磁场的影响的。啊、哦，这个时候相与一交啊，决定受孕。啊、哦，从此啊，永断欲事啊，啊、哦，则所生之子啊，哇，你看这个胎教，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从夫妇啊，这个圆房之后啊，就开始啦、啊。所生之子不但性行真良啊,啊，他的性情啊，忠贞、善良啊，欲念轻薄啊。哇，你看这个生与死多重要啊！哎，一个孩子。 欲念轻薄啊，他修道轻松多少啊？你这个是真正的慈爱啊！哦 <laughs>，而且体质庞厚身体素质非常好。一个孩子体质很好啊，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工作啊！你看他体力这么好，他读书比人家省多少力啊？ 做事，你看体质好，思维敏捷；身体一不好啊，常常都会被这个身体所累啊！哎，无珠胎毒、痘疹、疾病等患，身体好吗？哎，我们也观察一些小孩，几个月啊？ 三岁五岁啊，哇，这个长什么疹子啊，啊、哦，这些毛病不少啊。哎呀，今天找到原因了，啊、安乐易养，跟从小多病啊，很可能跟这个有关了。啊、哦，所以天癸即以精水也，精水静后方受孕。 啊，这个啊，月事啊，要啊都排净了啊，才可以啊。余时多不受孕，啊，还没有排净啊，这个很难受孕啊。精水未净啊，断不可交啊。交则啊，富极受病成灾啊，这样会伤到自己的太太。 所以这些都要懂啊，才是真正能够去爱护到对方啊。好、哦，那这样啊就没有希望受孕了啊、哦，勿忘受孕矣啊。好、哦，所以人之大伦之事啊，岂可啊恶、哦、日恶时而行啊？ 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啊，啊，怎么可以挑这个不好的这种天气啊、时间呢、啊？故、啊、虚啊，则良宵也啊，啊良辰吉日啊，这都有经典的依据哦。所以印光大师说的，《礼记月令篇》记圣王于仲春。 仲春是农历二月啊，我们啊，现在是农历一月啊，二月仲春里面讲到啊，这个日子是先雷三日啊，啊，那个日子会打雷啊，皇上。 命这些各个地方官呢，夺啊，奋怒夺、啊、以令照明曰：啊，这个地方官拿着木夺啊，啊，那个啊，是像铃铛一样，啊，它里面的这个啊，这个蛇啊，我们说这个蛇啊是木头做的，啊，外面是金属啊，你这么一摇啊。 声音啊，老百姓一听到木铎的声音啊，就知道啊有政教法令要公布了，啊，就会赶快出来听了。啊，那这些父母官呢，摇着木铎啊，讲了啊，雷将发生了，啊这几天要打雷了，啊，有不借其容职者啊。 生子不备啊，你生的孩子可能会有缺陷啊，必有凶灾呀、啊。好、哦，所以夺木夺以令照明者，令地方官申夺啊，摇着木夺啊，以告百姓啊，劝导百姓。容子是什么呢？犹如动静啊。 啊，油盐啊，油盐动静，什么动静呢？啊，不借容子啊，啊，为行房事也啊，就是你没有考虑到啊，在这种打雷的天气日子里啊，可不能做啊，好、啊、不然呢、啊，造成什么结果啊？身子。 不备啊，即五官不全等啊，啊，承德有一个比较熟的同修，他就在婴儿房里面上班呢、啊。哇，现在看孩子一生出来，这个五官有缺陷的啊，甚至于就心脏有问题呀、啊，啊，才几个月他。 开了好几次刀，哇！他看的是在痛心啊，拼命帮这些孩子们念阿弥陀佛啊！啊，我们今天看到应主这一段话了，你说那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所以以前当皇帝、当父母、父母官的人慈悲啊。 重要的是他懂啊！我们现在不听老人言了啊，甚至于教科书里面都写了这种男女之欲啊，都觉得很健康啊，很正常啊，搞得这些孩子十几岁的学这些错误的认知啊，就中欲了。 编书有因果责任的，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在这个时代啊，真的要尽力护好民族幼苗啊！好，所以事没有生子啊，啊，生下来的孩子获益人类啊。 啊，这个长相就缺憾了，啊，或形体缺损了。啊，皆作此故啊，犯了这些问题了，所以必有凶灾啊，言其父母啊，尚有凶祸灾殃了，啊，你你这个行为啊，会招来灾祸啊啊，如恶病妖兽。 等呐，啊，连父母都会有灾祸，所以不止生子不备也呀，啊，所以以前陈德小时候常常看到农民力呀、啊，都懂得啊，要观察啊这些日子啊，人都会受影响的，啊，所以古圣王重民生。 这些圣王很关心百姓的生活啊、生命啊，故特注意其事，多目夺啊，以告知。啊。不但震雷当祭啊，啊，不是打雷当祭啊，即大风大雨啊，恶心值日。 就恶星出现的日子了，啊，即天时交节，啊，你看二十四个节气，这个节气交替啊，这种磁场都会影响人的，啊，比方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春分、秋分，啊，夏分，啊，这些都要注意到啊。 哦，还有啊，佛圣诞起。哎，今天啊，像初一，弥勒菩萨圣诞呢、啊，啊，好、啊、像初九，天公生呢，啊啊，这些日子，皆所当祭、啊，要要讳啊，此时啊，尊天嘛，尊天地神祇啊，敬圣。 啊，敬佛不萨圣人了、啊，啊，尊法治，啊，这些圣王所留下来的，啊，这些制度啊，都有他的智慧考虑，而敦人伦之大道啊，啊这男女是人伦的核心了、啊，啊，习世人呢、啊，盖不肯出诸口，不肯把这一些、啊。 道理讲清楚啊！你看应主多慈悲啊，他以出家人的身份呢、啊，要把这些给我们讲的这么深入啊，希望我们呢、啊、都能有孝子贤孙呐、啊。好、哦，那都不讲了，必其子子孙孙体慈啊，一代劣于一代呀、啊。 一代不如一代了，或者啊，少年早夭啊，啊，下一代早夭了，或由遇事过度啊，虽不早夭，进程衰残，啊，无大树立了，啊，都不懂这些道理了，啊，一放纵了，啊，衰残。 都没有大作为了甚至都是父母家庭的负担呐。好，多半呢、啊，皆因乃父乃母啊，不知人伦之道所致也，不懂这个道理了。乃父乃母之不知啊，由于乃祖乃匹之无教也、啊，爷爷奶奶没教啊。 当然了，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也没有人教他们，这个我们也不能责怪了。啊，最重要的啊，从谁开始明白了？从谁开始啊？依教奉行了？ 啊，所以子女成年时啊，当以节欲保身等，啊，所以你长大论及婚嫁了，要把这些道理啊，委屈开导，啊，抓适当的时间，很有耐性啊，也不止讲一次啊，循循开导他，啊，父教女啊不方便，母则无妨。 所以能如此啊，方为真爱子女啊！好，而世之爱者啊，多皆任其纵欲啊。爱他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呀！哦，我们可不能说年轻人有年轻的想法，我们管不了了，不能这么想，不能这么说啊！假如我们是这个态度啊。 整个社会的风俗啊，就快速堕落了。每一个长辈都有责任的、啊，甚至要早教啊。啊，所以啊，任其纵欲啊，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啊，可不哀哉呀、啊！好，所以圣人重胎教，于此致意啊。 圣人重视胎教，啊，这些道理呀，啊，明白了，都很用心啊，啊，去推广，啊，所以这也是预防法，乃为胎而育教啊。其实这一段话，啊，有见识的父母官呢、啊。 啊，哪一个地区真的这个父母官懂了？哦，那就应该啊，看能不能每一个要结婚以前的人呢、啊，有一个结婚啊、呃、先修班啊。哎、哦嗯，大家有没有觉得哈、哦，这个？ 我们现在干哪一行啊，都要考执照啊，是吧？哎，你考考过了这个执照了，你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来服务啊。哎，你看每个行业都要考执照，啊，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把下一代教好啊。 那你组织家庭了、啊，你要懂得怎么教孩子，所以应该要有爸爸证的，啊，要有妈妈证。结婚以前要先学习这些最重要的部分的，啊、哦，好、哦、看你们的亲戚朋友有没有福报当官的哈、哦，可以做一个示范点啊、哦，哪怕是个村长都没关系。哦，我们再看呢，求子三要。 啊，在总论呢、啊，第十九啊，所以求子三要：第一啊，保身节欲，以培先天；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二啊，敦伦积德，以利伏击。第三呢、啊，胎幼善交啊，以免随流。哦，这三点都很重要，这是印光大师教的。 依教奉行啊，一定赶一个圣贤来投胎的孩子。好、哦，大家好好努力啊！啊，年轻的啊夫妻好好努力啊！啊，到时候可以交给我啊！啊，但是我得很长寿才行啊！<laughs> 哦，现在你们去做啊，假如二十岁交给我，啊、哦，那我得多活几年才行。 嗯。好、哎，此三要事啊，务其实行啊，在以至诚理念观世音啊，照着这三条去做、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赐福德智慧，光中华国之子啊！我教的好细哦，你要求孩子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送子观音啊！啊，观音菩萨真是很慈悲哦，什么都满我们的愿呢。啊，<laughs> 然后求啊，求什么子孙呢、啊？福德智慧，而且可以光宗，还要利益整个国家世界，光中华国之子。 必能所求如愿，不负圣恩矣啊！啊，真的能求得到哦！好、啊，那求到了，不要辜负观世音菩萨啊！啊，要好好的把它养成才。哎，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者啊，若不节欲啊，则精气薄弱，必难受孕。 即或受孕，必难成人；即或成人，以先天不足啊，决定孱弱，既无强健健勇壮之身力，亦无聪明记忆之心力，身心多弱啊，未老先衰，无所树立。如是求子啊，众菩萨满人之愿。 人是身负菩萨之恩矣啊！好，第二，敦伦积德啊，以利福积者，欲生福德智慧光中华国之子啊，当父母的，甚至于是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啊，必须敦伦敬分，孝亲敬长。 善待眷属，啊，照顾好眷属啊，敏恤仆使，对你的仆人、下属都要怜悯啊，爱护啊。此行之家庭者，啊，这个就是、啊、能够啊，敦伦积德啊，啊，至于乡党亲朋。 聚于和睦劝导，啊，这这整个大家族，甚至是邻里相党，啊，有机会了，啊，劝导别人，啊，跟人和睦相处，啊，必老者善教儿女，幼者善事亲长，啊，你在这一方，啊，善心善行啊，啊，让老的人。 都明白啊，要好好教儿女，啊，幼小的都知道要啊，善事自己的父母亲啊长辈，好，好那常以敦伦敬分，贤贤纯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身，吃素念佛，愿生西方，永出苦轮，普为同仁，恳切演说。 这些道理啊，啊，有机会的就劝家族、劝邻里乡当令培出世之圣婴，贤作守道之良民啊！啊、哦，那你们家能这么做了、啊，好、哦，这个积很厚的德啊，能如是者啊，一举一动，悉意自叹。 你你的一言一行啊，利益了自己、啊，利益了他人，啊，一言一行啊，堪为模范，那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生之子、啊、必能超群拔萃，大有树立啊！哦，所以了凡四训说，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啊。 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所以跟子孙呢、啊，也是感应道交啊！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世间的事没有离开感应二字啊。好、哦，你种这个因呢、啊，啊，积善之家的因呢、啊，就感，啊，贤。 子孙呢？啊，第三呢、啊？胎幼善交啊，以免随流者。古者圣人皆由贤父母之善交而成，况凡人乎？啊，这些圣贤人根基很好，他也要有很好的父母来护持他，他才能成就啊。何况一般的人呢？啊，所以若求子者啊。 肯用胎教之法，其子必定贤善。从受孕后，其形容必须端庄沉静啊，叫妈妈端庄沉静；其言语言必须忠厚和平啊，言语啊平和啊厚道啊啊，其行事必须孝有恭顺。 孝顺、友爱、恭敬，啊，柔顺，啊，行住坐卧，常念观音圣号。无论出身念、默念，皆需啊，设耳而听。听则心归于一啊，功德更大。啊，若衣冠整齐，口手洗漱，出身念、默念均可。若未洗漱， 极致不洁净处啊，并睡眠时啊，均需默念，啊，默念功德一样，啊，出生呢与一世不合，因为在的地方不干净了、啊，出生呢，啊，不够恭敬了、啊，啊，大家走进厕所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可以默念啊，佛号不要转啊，啊，功德一样。 哦，那后面呢有讲到临产的状况啊、哦，那这个啊、哦，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呢有跟大家提过啊、哦，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啊啊及尔啊后面提到了初开之事，哎，慢慢有点懂人事了、啊。急于比说因果报应，利人利物者，比长。 提醒他，你做好事啊，才能好啊！害人害物者必亡啊！须知啊，利人利物乃真利己呀、啊！害人害物胜于害己。啊，做善必得善报，作恶必得恶报。啊，即说做人呢、啊，必须遵守啊！知道他怎么做人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 方不，方可不愧为人呐、啊，天地人三才啊，不能糟蹋了啊、哦！否则行虽为人呐、啊，心同禽兽一样。啊，不许说谎啊，不许沙癫啊！这个撒撒癫就是装疯卖傻，这样孩子就很不稳重了。 啊，不许拿人啥物啊，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是非啊，这个用人勿虚明求啊，倘不问即为透。好，不许打人骂人，不许糟蹋从以制止，五谷东西、礼敬这些物品。啊，举止行为啊，必其于亲于己有益。做什么事情一定是。 利人利己的啊，于人于物啊无损，不能损害到人跟东西。有又需令其常念观音圣号，以其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幼时习惯啊，他从小就习惯这样做人做事了。大臂蹲笃啊，敦厚笃实啊，做人很实在啊。 不自矜己慢人，啊，就对人傲慢了，成狂妄之流泪了，啊，变得狂妄自大了。哦，那我们当父母的，如此善交啊，于祖宗则为大孝，因为这样的孩子一定光宗耀祖的；于儿女则为大慈啊。 真正慈爱自己的孩子的，他身心健康啊，于国家社会则为大宗啊，为国家社会培养个栋梁之材。的，啊，于长卫啊，应主说到他常讲啊，治国平天下之大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者啊，其在似乎啊，因为孩子。 从胎教到三岁以前，都围在妈妈身边多啊，能不能成才太关键了啊、哦！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太太啊、哦，她三个女儿长得都很庄严了、啊。我说：“天下太平，交给你了。”她说：“好的。”她也很有承担哈、哦、啊、哦，所以其易德堪追周之三太呀、啊。 当父母、当妈妈的人啊，能够这样啊，来祈许自己护好孩子的身心啊，哇，那他这种心境啊，这种使命感呢、啊，呃，可以啊，媲美啊，追啊，追上这个太任。 啊、这个太将太任、太死，因为啊，周朝这三位女子、啊、教育出好几代圣人啊。好，好，素不复称为太太呀、啊。这个太太的称呼的典故就从三太来了。好，所以愿求子者啊，贤取法焉呢、啊，以三太为榜样啊，啊，包含以这个求子三要啊。 我们把它掌握住了，啊，那必然呢有孝子贤孙出现了，这家国兴盛了，好，那我们的家跟国啊，就真的是啊有幸事了啊，都能越来越幸福安康了，好，好啊，今天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不好意思，有点超过时间了，好，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